就是横刀敌锋，是不是？上面有一个纪念碑，是纪念早期来建设黄刀镇的飞行员，因为那个时候公路也不通，这边只能是靠飞机飞过来。这就是著名的大鹅殿，这个殿比大鹅的历史还要长，它是最早向大鹅下订单的西北领地最大的商户。这就是巴勒克 Bistro， 是这儿最著名的鱼店，在这里边可以吃到当地的白鱼肋鞘，里边的装修风格也很有特点，贴满了全世界的各种的钱币。